哎，赖丽莎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跟你说，这破剧本我搞一晚上，这要是火起来，成一大号，还得加钱啊。你们昨晚一直睡一起，弄一晚上剧本。哦，对，说到剧本，亲家，说到剧本，我已经搞完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剧本成稿之日就是成神之日，他一定得火。他不火，我把千娇脑袋拧下来送给你，而且那个决选，我特别行。 大早上甩什么脸色？哎呀，不对啊，赖总一点都不关心剧本，反过来第一下是关心江江，看来只有江江不明白自己的心思了，真是个木头。